你有看过像拳头一样大的文蛤吗？台湾原生种的帝王蜆一颗就有半斤重，是一般小文蛤的20到30倍大。因此呢，帝王蜆它是赢得了贝类之王的美誉，被视为是高级的养生圣品。养殖业者从水池里捞起来的文蛤，居然有掌心这么大。这是有贝类之王美誉的帝王黄金蜆，可是台湾原生种，现在在高级的喜宴或日本料理都能看到它的身影。拿来和丝瓜做成煲汤，或是蒸熟之后直接连着壳，铺上 cheese 或沙拉，再火烤一下，都能让人十分满足。哇，甜啊，饱满，这个满足感。帝王蜆的个头真的很大，一颗就有半斤重，一般小文蛤要25到30颗才有这样的重量，果然不负帝王的称号。不过它可不好养，也因此更显得珍贵。这种在台湾的存活率只有5%左右，所以这种非常珍贵。帝王蜆珍贵稀有，并不常见，因此一般人很容易和马蹄蛤搞混。外表那很黄金色，很多黄金帝王蜆。啊，马蹄蛤所分别无同，就是因为伊只有毛毛，内底嘛毛毛，所谓马蹄吼，都是硬毛了，就它也较乌。养殖帝王蜆需要有干净的水源，因此业者还在水池中放入常备炭来净化水质，甚至还用高级饲料喂养。帝王级的待遇，价格自然也是贝级尊荣，一台斤大约4颗就要600块，堪称是贝类中的劳斯莱斯。民视新闻郑仁文嘉义市报道。透早起床，心情不哩啊袂歹，会小心啦、啊！头前亲像有人咧钓鱼的，来来来，只要我伫咧，绝对钓到大尾哦！啊，相信这个专业，我自认是钓鱼的专业。真正钓大尾，钓大尾。我是安怎？真快钓，真快钓。不快钓。钓过好歹问题，这是技术好歹的嘛？不快钓无鱼。哦，真正，这是耐心，耐心。哎呀，你来，哦，我要甩甩尾啊！哦，有啦，你不是害出去啦？来来，哎，阿妈，怎么当当的？无啊，你去看嘛。其实，安尼较无迄敏感度。我无感觉。无啊，你真拍袂起来。人个神棍全拢会叫，我咧有迄快感，我咧哪人安尼？不怪我未钓金钟奖，哪有安尼胖鱼啊？迄若钓到只，迄戆。哎呦！哎呦！哦，蔡文文，戆鱼，戆鱼，戆鱼。哇，水哦，够肥。打过来钓鱼，你等下我走去啦，我走去。你还叫我走去？手会拖钩，你嘛较正气咩？要钓鱼嘛，用较好的钓钩啊。还用自己袂当胖，偏偏害我漏亏耶！这叫做傻人有傻福啦，志伟哥。只有郭大哥讲哦，在遐钓到大鱼，无算啥物是真有面子的代志啦。因为你若确实有够厉害哦，只要用蒙的，就会当蒙到天霸王级数的宝贝哦。你敢蒙哦？你可唔知啥你敢蒙？拢蒙到土，拢土。哦，啊，较快啦，饲较深诶，啊，嘛拢无蒙到啥物鱼啊，嘛无啥啊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哦，你啥物？大粒诶，帝王蜆，足大个哦。这开我这玩具啦，这玩具啊，真好可怜。这啥物？哎呦，哎呦，我爱，哎，真正都是玩具，真生气诶。我叫做玩具诶，真正。伊在搬矿泉水当做玩具，伊唔好看大粒，伊唔好看大粒。哪哪要大粒？你讲这叫做啥物？帝王蜆，帝王蜆，是因为伊大粒，所以叫伊帝王。对对对对，青哇青，这是不是马蹄蛤啊？不是不是，马蹄蛤另外一种。伊佫无同，佫无同，嘿嘿。做这种原生种的，哎呀，帝王蜆是台湾原生种的。对对对，啊，有阵细汉时阵可能是这条啊。有啊，哪样呢？伊这大部拢秘在树下卡，啊，只物较甲掠掠，快点钓甲掠来捕。安尼哦，小蛋姐，你讲树蛙卡唔免水吗？对啊，树蛙卡爱水啊，伊拢比咧咧红树林卡。哦，是哦。哦，啊，这内底几窟拢是这吗？对对对，蒙人就知。拢摸拢大啊！摸通着。两拢有。
讲到甲你遮着水。志伟哥，哎，比较近咩？你看。哦。哇！哈哈。这个我大麦。但是呢，我有碰到伊个囡仔。我这个超济啦！哎，那你差这么济啦？我大细差济。哎，这是倒放落去的尔吗？这是重啊！到底呢？这一粒真的啦，真正够大粒的啦！摸到一粒就是痛，摸到两粒就是爽，真正是一减二个，摸了减四个。郭大哥讲爱五年的时间，帝王蜆就会生到敢那拳头母这么大啦！而且这一颗哦，会用收几啊千斤的量哦。这听起来，郭大哥，你真需要人手给你倒三工整理。要若无志伟哥，咱来倒三工整一下。这种宝贝无来了解一下，免哪会用的。来，你注意听哦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哭哭哭哭哭哭，有些在哭，啊，无些在哭。哎呀，那哭哭哭，这粒就死。哎呀，我这个十八。我这较放心，一个砍掉。但是讲实在，讲实在，哎，就怕算嘞。对啊。咱才一粒，就十块呢。哎，还是偌好？十块呢是两担。两担。哎。哦。但是你知影多一粒哦，安尼你即摆学 A 安尼。心疼啦，我替你心疼啦。姐，我，安尼是袂使啊。对，安尼就袂使。这粒。怕诶，是话好，是五档，五档，伫五档的时阵，才巧伊，巧诶无法度啊，因为这要送诶日本料理诶餐厅办桌，你一盘餐啊十粒，死一粒，拢差，啊你袂使为着这粒规个拢歹去，哎郭大哥，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，意思嘛？但是郭大哥，你先分出寡来吃哦，对啊，村老李作价，我管。差不多会当规细粒活到大粒以后，活到足大，可能是15%-20%。安我知影郭大哥的心情。哎，大家也听到，哭哭哭，十八声，你规心情就欢喜啊！对啊，对啊，爽啊爽啊！哎呦，那听到安尼，哇，钱了，嫩去。钱了，阮逐天咧看，我就知影讲。这些拢是郭大哥的心血，你看，条件也变变大了。哦，这拢是心血啦，吼。这条是偌久啊？这条七八档啊。哦，七八档。一个红的坐在，读到来一定读国考一年啊！你看。真的。哇，你看看咧。哎呦。爽爽。啊，大喜的声音。无啦，郭大哥，你咧进修班啦？我咧讲，我有咧超能力。嘿，真呀！我把酒瓶帮我砸破了吧？干活呀！真呀，不用忙。哦，你在说啥？看好歹，看好歹哦。这条好诶，这条好诶。嗯，但是我听声怪怪的，不一定好诶呢。我感觉好诶，因为一定头声好。这厉害哦！这条真正好诶。好的咧，莫嫌我愚昧啦。真正是这帝王蜆拢唔出声，我们再用一步来帮伊表达伊的心意。郭大哥会用人工一粒一粒来检测帝王蜆的好歹，实在是因为无法度用机器来取代，爱用手慢慢啊检。太太、小姐们，你们给他看看呐、啊，这帝王蜆有办法，三五粒就把这铁盘啊摆好满，而且每一粒八水到汤浆，安尼滴滴流啦，这吃落去敢袂伤饱？哇！言之言我是帝王蜆。你看看，哦，还会咬，还会咬，还会咬咬咬。哦，原汁原味，太好吃了。这个用香的啊，多了一个那个瓦萨比的味道，真正会提甜、提鲜、更提味。哎，夹起来，规个口有爆浆的感觉，而且也汤汁也够滴的。伊袂香到讲吼，哇，规个拢揪水去，拢袂哦，肥肥，每一人拢肥肥啊！真正，我大开眼界，我嘛想细粒的，较有，真正大粒的，又嫩嫩又多汁又饱水，佮完全无臭味哦。这拢是伊的汤诶，伊的原汁诶，哇，好甜哦！其实这用香的无加啥物调味料，食完味的其实嘛真好吃，真甜，而且伊的肉真正会 Q 会脆，赞！铁板帝王蜆，你讲讲嘛？
原来这帝王蜆也会当做铁板的哦。太垃圾了，太垃圾了！哈哈哈哈！我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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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加上伊其他的配料，伊这面上肉丝、甜椒、红的啊、黄的啊，拢有安尼摆起来，水水偌水，做好食啊！加上这个蔬菜的甜香，我感觉像伊本身的甜，哦，真正是甜上加甜的。然后真的其实嘛无啥物调味料，我感觉是食完味的足好食，食完一条阁想要阁食第二条。嗯，非常的拔腿呀！观众朋友，跟你讲，这是一个地蜆，你敢知？食这帝王蜆，伊嘛是有很高很高的蛋白质，伊蛋白质的成分是跟卵是同款，但是食卵食伤多，会胆固醇过高，食这绝对袂，绝对袂让你有负担呢。哇，上我一堆花！焗烤帝王蜆，做成焗烤的佳话。唔知烤比较暖，有一种在吃那种美式的感觉，美式的帝王蜆，应该是无啥同款。哦，肥滋滋的啦，哦，还最后好棒，真的好好吃哦。怎么讲？咱这帝王蜆有这么多口味当家，能做出这么多好料理哦。下一盘。哦，做五味的，一般拢是做高坑。哦，有有有，我卖上我大了较老，竟然无，难道我还有？哦，好吃，真脆，这摆是嘛真结实呢。嗯，而且加了够有一种爆浆的感觉。养生帝王蜆，火锅。哎呦，个猪这辉哥。嗯，养根，但是咱是食这帝王蜆好。伊猪这辉哥，伊嘛无娇气，他还是圆圆胖胖、肥肥的。真正是，看无同款的配料，无同款的甜度，无同款的口味，真正是每一个拢有每一个层次感呐、啊。哦，赞赞赞！你看，帝王蜆卡偌大嘞！哦，这真正不是讲咱看是这样，这是超大的，超级大！哎呦，真正好憨果，帝王蜆大到真正非常的可怕，连我这嘴大吃四方的我，拢叫鲜嫩肥美的喇叭，和切切地地征服啊！而且这帝王蜆哦，吸收了美疗地区的日月精华，真正是补充体力的好宝贝。哎，志伟哥，你看起来真无体力呢，敢讲又果是你食伤济？